Hello，大家好。你好。是啊。我是偏好四号啊，你们可以叫我子娟啊。然后。怕冷的没？也。谢霆锋。四位啊，五位的评审，午安啊。午安。OK。四位啊，四位评审。啊，看到中间那个抓Cam那个吧，下面。抱歉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开始唱一首歌了，是来自赖明伟的啊、如果还有明天，送给大家。啊？还没有啊？奇怪，去旁边踩。啊，是咯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转换你的脸？啊，下面还有抖啊。要怎么说再见？我们能勇敢不敢的时候，还是没总有冷落自己的举措，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，如果还有明天，我们伤心的时候，真不在乎这种感受，但是我要把握每次感动，如果还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转变你的脸？要怎么说再见？听听好呀。看出我的记忆，是不是你想要问我，究竟有多少事还要做？啊，本来要唱的吧。还有明天。Rock 嘛，万归。如果真的还能够有明天，要谢霆锋吗？是否能把事情都出来？是否一切都在云霄云散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转换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怎么说再见？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转变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Go ahead.
前只要抓把你的脸，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？